到真的是头昏脑胀了哈、哦。包括你们刚刚在讲那个8.16什么十几笔哈、哦，我只用这一本来讲好了，只用今天的这一本资料来讲哈、哦，就是在那个A2-22哈、哦，8.16年许可排放量哈、哦，这个许可证。明明写的是001序号到007这个制程、啊、它的污染源、啊、排放 VOC 是8.16公吨，那到底你不要刚刚讲刚刚那十几笔，就这里就是七笔，这七笔 那到底是算一笔还是算七笔，我不知道，你们资料这样列应该是七笔吧，那为什么是算一笔、啊、所以我想这个太乱，资料真的是太乱、啊，同样一个时间可以有三张许可证，我不知道要用哪一张许可证、哦、所以是不是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不要再开下去，因为这个实在太乱太乱了，所以是不是请空保处，请稽查总队，请环保局，你们把这么复杂这么乱的许可证都弄清楚以后，下次资料给我们很清楚的一张为准，不要再两张三张，我无所适从，不知道是哪一张为准，下一次把这些都弄清楚了，然后资料都更新了准确了再开，这样好不好，这是我的建议，谢谢。那个年女士，那个是谢谢，我们要处理一下议程，那你要不要先发言，是因为针对这个程序的一个动议的，对、啊、因为针对刚刚到底要采取哪个方式，空保处也自己讲不清，云林环保局还说那个很多制程他也不愿拿那个操作许可证出来，所以我们建议主席今天还有空保处，今天空保处你们拜托，请你们肩膀硬起来，这个整个是空污的问题，由你们来把它厘清清楚之后呢，再来五方再来把它确认做下来协商，而且我们要求云林环保局，你那个操作许可证再不拿出来的话，你不要老是说有关制程，那这样不叫协商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说空保处，你们今天把这个会议你们要整个承担下来，然后云林环保局你的那个操作许可证也要拿出来，不然这个会不应该继续开的，谢谢。好，吴女